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在高力国际伦敦的总部。今天我们会去 London Square 一个很精彩的项目，叫 Canada Water。那我们现在就去。从我后面就看得到，我们现在在新的金融城金狮卷码头对面的 Canada Water， 在我右手边就是旧的金融城 City of London， 然后我们刚刚从 Canada Water 的地铁站走过来，时间大概5到8分钟左右。这个项目有76个单位，现在还剩下14个，会今年6月底建好，价格从52万起，还有租金的回购率会是4.3%。从 Canada Water 搭地铁到金狮卷码头只需要2分钟，不过价格是差得很远。那一边的价格平均115镑/平方米，这边的价格平均82镑/平方米，所以对投资或是自住的买家是蛮有吸引力的。